计程车客串演员让剧迷惊喜不已，主角李帝勋和演员南宫明私交甚笃，过去李帝勋就曾客串南宫明作品《金牌救援》和《千元律师》，这次南宫明以千智勋律师一角客串模范计程车，扩大宇宙观的强强联手令剧迷们敲完两人正式合作。同样都是替委托人实现正义，千智勋和金道奇也都很爱戴墨镜，两人在剧中相遇的化学效应让剧迷们表示终于同框对戏，太有趣了。千律师请金道奇介绍需要法律帮助的乘客，并承诺回报一半的委托费用。金道奇吐槽委托费只有1000韩元呢，千律师表示我只有1000，还分你一半，很不容易呢。而且一直称赞金道奇很帅，声音又好听，商业互吹也让粉丝们爆笑不已。